昨晚睡了真好的人，请你举手。迄拢黑白来，敢有可能？换床，迄个床铺，虽然遮久啊吼，换床铺嘛是感觉拢睡袂去。这个，恁即马算是在天堂，你知吗？阮是第一期的，阮第一期的时阵也无冷气，吼，啊嘛无烧气，啊寒天是6度。六度呢？这是冬天6度呢？啊，没有冷气，上课拢是迄个下阵拢吼，规身躯拢是汗啦。啊，所以咱即马是算讲，很幸福啦。啊，且早时困，迄个直接你困吼困袂，但是我甲你保证，今天晚上你会困较正好，因为吼，今日是迄个7点半开始上到几点？上到暗时10点，所以即个第二天是。啊，做上盖超的时间。来，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参加，啊，台湾战败。啊，台湾人不是中国人，台湾跟中国无关系。所以你敢看最近，你有看到电视？这个《中国时报》啊，《中天新闻》迄个电视台的头家姓蔡，蔡先生。伊伫电视即两天讲，伊讲台湾的问题啊，爱交予即个叫做国民党、民进党、甲共产党啊，三方啊，爱共同来解决。你感觉安尼敢对？你感觉对呢？对伊举手，啊唔对伊举手，对唔对啦？台湾甲因三个党是啥物关系？完全没有关系啊！中国国民党这三字你免看，那是为中国来的嘛？对吧？中国国民党为中国来，啊，民进党嘞，为谁来？啊，为中华民国来。啊，你啊有政治啊，你袂当讲我，啊，你为中华民国来？为什么为中华民国来？因为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，啊，甲伊的台湾决议文伊讲啥？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。中华民国啊，所以民进党你袂当叫伊叫做民进党，应该叫伊中华民国民进党。啊，你选举的时阵，你讲我歪选了中国人，啊，你选了民进党，啊，民进党实际上是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安尼你是歪选了中国人。来，我问你。那边，中国那边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对不对？中华民国，哎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什么？想早啦，中华民国。你看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简称中华民国。啊，中华民国简称啥？中国。所以选来选去，拢是选中国。恁过去捌想过无？恁无想过，但是我甲你讲，我过去嘛无想过。我到啥物时阵我才知影？李登辉伫做总统的时阵，伊捌派迄当阵国民大会代表的副议长，叫做谢龙胜。这人已经过身去啊。谢龙胜迄当阵，捌含。江泽民去当阵谈判过3次，这3次吼，啊，我拄啊好，因为我以前伫中国我有办学校，啊，嘛办了袂少。这谢龙胜邀请我讲，含伊斗阵去甲中国的中共中央办公厅讲代志，讲什么代志？伊讲讲的这国统纲领。头一摆伫汉城举行，有迄当阵，他们讲吼，要甲中国见面吼，唔是讲会惊啦，就是讲迄内心内底吼，感觉讲哪安尼？啊，坐落去，中国迄边的人，伊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坐落去，伊讲吼，当然坐落去，双方的唔是第一项，唔是要谈判，第一项伊就讲吼，来。咱大家人先翕一张相，哎，
你看这很趣味的，因为他就要拍我的照片，我也要拍他的照片，不然你回来你认为说，我有跟那边的见面，见面在哪里，有照片，我没有照相，那边也有跟我们照相，双方都拍照了，这是他头一句话跟你说，他说你等于你可以那个李登辉先生报告哈，我们中华民国也可以改成中华民国。嗯，听到这句话，我真的差一条呢。认真个想讲，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有影就对咧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当改做中华民国啊，中华民国会当改做中国啊，你是不是就统一起啊？我相信哦，你今日上课以前，你毋捌想过这个问题，所以我要请问，你伫选举是选什么意思？你若无选了国民党，无你要选了啥？你就是讲你的心内，你足爱台湾，我嘛知影在座各位拢足爱台湾的，但是问题是讲，民进党敢真正代表台湾人？答案是 no。真好的政绩，予你听嘛，予你看嘛。民进党真济呐，选了无调，拢走伊倒去中国。去中国，伊挂一个名，讲我是民进党。哦，中国来拢给他一些优待嘛。你无几个人，予你一点优待，那有啥物关系？到有一天，台湾若去予伊并吞去，你遐人就无啊。敢若袂输香港，香港本来是讲。一个中国啊，两个政策有啊，一国两制嘛。但是最近香港已经收回啊，伊讲一国一制啊，是什么原因？因为最近美国甲中国讲过啊，台湾不是你的。按照国际法，台湾永远都袂变做你中国的。所以这个时阵，中国也高层爱开始爱想啊，伊要想啥？他要改变策略。伊无爱搁在一国两制，安尼会翘起，所以我当甲各位讲，台湾这块土地永永远远都无可能去予中国收回去。安尼免表示一下。我若甲你讲，中国永远嘛未拍台湾，你要相信无？我还未讲，你就相信？等。你问理由啊！你袂怕中国，袂怕台湾，你就相信。你那太容易相信了。你来问讲为什么不会打台湾呢、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台湾这块土地是要过美国军事政府占领着。你若怕台湾，等于怕啥？怕美国啊！除了讲你中国，你有法度甲美国这个武器哦对抗，你敢认真甲想？1989年以来，中国捌拍台湾过无？有无？你感觉有诶举手？你感觉无诶举手？毋知诶举手？823炮战拍金门妈祖，你是毋是拍台湾？有无？很好呢，很聪明呢。我变要甲恁怪拢怪袂起呢吼。金门妈祖是中国的，跟咱台湾无关的嘛。所以中国伊嘛足清楚啊，所以伊甲拍啥？拍向金门拍妈祖啊，那是拍中国啊，中华民国啊，和咱台湾完全无关呐、所以历史以来，从中国从来没有打过台湾。有历史以来啊，真正台台湾人的是什么人？国民党啊，美国，国民党台台湾人。真正讲，讲实在话啦，共产党捌害台湾人无？历史上敢若无看。所以国民党害台湾人，二二八你就知影嘛。二二八害偌济人？你有？敢若亲像报纸写讲800位、1000位 ？No。1947年2月28日发生，经过15年，1962年。去当阵台湾的省政府的省议员，即阵前迄个警察局的局长，伊讲到底二二八死偌济人，无人知，因为伊不爱予你知影。但是
这个信仰见证书的书长啊，头脑真好，伊甲回答伊讲，伫1962年的经过二二八以后的15年，户口普查、户口普查、户口普查的时阵，有迄个人，无迄个人，啊有户口的，有几个？12万6千。啊，你表示死偌济？唔对，嘛唔对。台湾人去日本死去的39100名，你袂记？我怎甲你讲的啊？靖国神社啊！所以12万6千扣掉39000，安尼偌济？差不多几万？差7万几啊？7、8万呐？啊，那7万多合理？过去当初二二八的时候，是安怎杀伊？敢呐？因为要抓足济人诶嘛，啊，伊无手铐嘛，伊用烟刷，烟刷你知无？嘿，铁丝啊，为这个手甲你正过，头一个正第二个，正第三个，安尼正一摆。迄正的时阵，头一摆去正是真痛，但是正过了就未痛啦。啊，正过啊，伫海边。为头一个转甲踢落，啊！一个若落去，下骹所有拢总落去。啊！咱哪会知影遮？因为有一个，迄当阵伊做上尾，互伊踢落去阵啊，伊只上尾啊，伊晾开去，啊，也受罪，活起来。了，伊又甲留下，写伊迄个回忆录。迄当阵有真侪家庭，是规个家庭拢拢灭亡。迄当阵台湾的人口偌济？600万。啊，若加上日本人送上去640万，你600万内底，差不多死，若照咱头脑咱统计，安尼才死6万人，6、7万嘛吼。安尼6、7万的拄啊1%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家庭过去一个家庭。拢有超几个人？过去咱的人，像我的妈妈哦，我的妈妈生11个，啊、哦，对，拢7、8个，差不多平均拢7、8个。所以咱这个人去家庭去受害的时阵哦，等于1乘上7倍。啊，那有7、8万啊，乘以七啊，就74就超50万人。啊，50万人啊，600个才有1/10。所以台湾这个代志，永远台湾人未袂记的原因是这啦，因为太济人了。二二八以后，刷入去连续38年的白色恐怖。什么叫白色恐怖？你知无？就是讲，可能咱这个班，我讲伊，我去警备总部讲伊是匪谍，要说伊台湾人啊，甲共产党谁从来没有接触过啊？但是我的一句话讲，伊是共产党。爱就甲掠去，啊掠去安怎？甲拍，甲刑。我甲你讲啦，刑哦，100个100个刑。我讲是啊是啊，你卖阁甲拍，我共产党，拢是安尼啊。所以是安怎？落尾啊，咱的家、咱的爸母，还是咱阿公阿妈，拢甲恁讲，伊咱人有耳无嘴，卖讲话，啊政治唔通去插，过去。台湾人是生活在这种的环境之下，所以讲起来台湾人嘛很可怜啦吼。啊，台湾人安那戆牛啦，台湾人都政府都讲爱缴税，啊就缴税。啊，你从来没有想过讲，啊你把缴这个税是对还是唔对？啊，政府都讲爱去做兵，啊所以我就去做兵。实际上，这个历史全部爱改写。咱唔免缴税，咱唔免做兵。但是我安尼讲，唔是甲你鼓励讲，你要去反抗，你唔通去做兵，啊，你唔通去缴税，唔是安尼意思哦。现主席，伫台湾当局，其实中华民国这四字啊，伫台湾这块岛顶上，实际上是不存在。全世界无人承认 ROC 啦，中华民国从来没有人承认。承认 ROC 干那什么人？干那戆牛台湾人呢？我昨已经讲过啊，美国甲你轰炸对不对？
有无？美国甲咱轰炸对毋对？啊，咱建书对毋对？我问你咧，啊，建书啊，美国甲咱轰炸，照道理来讲，啥物人爱占领台湾？谁要占领台湾？美国爱占台湾。因战争法内底有讲，战争法内底啊，这个字，甲咱一般所知影无啥，叫做 conquer， 就是征服、征服。征服以后，入来台湾这个土地，第一征服者爱将这个土地顶管的政府灭掉，啊，这政府是啥？就是大日本帝国，甲灭掉。啊，这个灭掉的时候，唔就变得无政府？啊，美国军事政府入来台湾，未使哩，这国际法有规定。即当阵台湾人家己本身都爱组织政府，组织政府以后，上爱甲你承认。美国爱甲你承认，咱台湾人一直唔知影这个历史，啊，一直唔知影这个背景，所以咱台湾人未晓成立台湾民政府。其实国民党、美国有叫伊讲，你要承认台湾，成立台湾民政府。啊，国民党有用台湾民政府有啊无？有啦，迄叫做啥？哎，不是假的，真的，叫做行政长官公署。你捌听过这个名字？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。哦，嗨啦，你拢唔捌听过？啊，台湾警备总部捌听叫啥？我要甲你嗨，你就听有。行政长官公署唔知影。行政长官公署就是当年中华民国要来台湾占领的时候，美国甲伊讲，你一定要成立一个民政府，啊，搁一个军政府啦。啊，这个军政府，中华民国就甲伊叫做讲。警备总司令部啦，这是军政府啦。啊，是民政府，就是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。行政长官公署在1947年，因为2月28号发生嘛，哈。啊，但是伊伫1947年6月15号改头换面，变作台湾省政府。照道理来讲，台湾省政府的主管，就是迄个台湾省政府的省主席。爱叫啥？爱叫台湾人。但是因为伊来台湾，甲咱台湾人讲，咱台湾人是中国人，所以派中国人来做省主席。这拢甲美国骗呢？啊，美国怎样？美国讲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要用台湾人。所以后尾啊，这个省主席才换做台湾人去担任。李登辉搁较趣味，李登辉嘛唔知影呢。李登辉有一年讲要动神，有无？费神啊，不是动神，伊讲费神有啊，伊讲要费神，吼、哦、闹得轰轰烈烈，宋楚瑜嘛失职，啊，这个宋楚瑜失职的时阵，李登辉坚持讲一定要费神，我把神废掉，啊，干那存一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的中央，安尼呢都没有省政府这级啊，罗曼伊奈无费神，为什么他没有费神？因为美国出兵，美国讲 no。你不可以废省，按照战争法规定，你要弄一个台湾民政府，就是台湾政府、台湾省政府。所以台湾新政府到后尾啊没有废除，伫中兴新村有啊。啊，迄中兴新村设立内底去供人的警察，啊一挂省主席还要抽佣诶，拢伫遐咧上班，伊叫做省府的咨询委员。所以中兴新村老的，啊老的要创啥？有一天会交给台湾民政府。咱过去有一人，有真侪人在咱上课，咱三年前就上课啊。啊，有一挂人听我安尼讲，哇，较紧的讲，是讲较紧去招一挂人，拢一挂老人去占领中兴新村。你有看到报纸有无？我跟你讲，因为因占领中兴新村的理由就是。他的秘书长说，啊，这就是台湾民政府啊，啊，我们把它占下去，啊，我们就执政了，那头开那么说，我就想不到，我说你如果要占中兴新村啊，不如你去占总统府，中兴新村才一个台湾省而已，你占总统府才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那140很可怜，全部起诉，换你招不离，咱台湾民政府，咱这个组织
为2006年到今日为止，敢有任何一个人被警察单位、被法院单位、被检方单位，甲你叫去，捌无？我安尼讲绝对唔捌嘛，啊不是？啊那啊？没有上去，那无一刚刚我们上去，报纸顶下做呀，登两三千万嘞。所以我要让您知影而已，台湾民政府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一个组织。有人吼，足计较的，还不是计较有人啦、啊，国民党的下批搞迄个啊，做省政府，你省政府内政部甲咨询。请问台湾民政府到底合法不合法？啊，有没有登记？他没有回答说有没有登记。省那内政部吼，伊安那讲呢？做处理，我感觉他们吼很有政治的迄个技巧。伊讲吼，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，行啊，不是非法组织就是啥？合法组织嘛 ？No， 因为。台湾民政府不需要向中华民国登记，我们台湾民政府不是属于中华民国，颠倒中华民国爱向台湾民政府登记，啊，咱无向中华民国登记，咱向什么人登记？哎，对，美国，来，给你看，咱你讲话拢无话别讲哦，迄个咱向唔是哈，这个物件。你英文看无，我给你说明。TCG 就是台湾 Civil Government。TC 就是那边哇 ，TC 你看，上下边那粒啊，哦，就是这个 TCG Foundation 的基金会。你有台湾民政府，才会有台湾民政府基金会。这张就是台湾民政府在美国登记的一个证书。内政部讲，咱毋是违法的组织，有公文无？有，互你看。迄个也做，好、哦、来，即、這个，这是因为有人去向内政部检举，讲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呢，是非法组织啦。内政部出这个公文，啊、哦，伊就讲吼，中华民国内政部认定台湾民政府是合法支持，不是非法组织。不是非法执行，咱下来。所以各位，咱台湾民政府我都直接徛起三年哇，而且每一个礼拜都在上课，啊都没有受到任何干扰。不是讲咱用，因为咱后边是美国，美国有甲中华民国讲，这个组织是按照国际法来成立的，所以你只要你坐，可以坐得很安心。在这里上课也可以很安心，而且我们的这个论述是按照国际法所写的所有的论述。来，过来看我家，阿南个鬼，你安怎做？咱初级班当然爱国际班，那是一定。有的人讲吼，阿、啊、我都已经初级班了，读啊，国际班也读，安尼会使。你只念到高级班停，其他的后面不要可以，因为当然你读这安尼，你要过一个身份证，你要申请一个身份证。身份证一般基本上上来跟咱办公室、哦、大概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、啊、美国就会做完身份证提都登来。这个身份证是玩具吗？不是玩具，身份证给您看麦啊，这个身份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。那个身份证的正面跟反面啊，给您看一下相片。那个好来，你看哈、哦。第一，我们有晶片。你摕这个晶片，你去美国的时阵，他刷卡。在美国的机场刷卡，还是那俩做国务院、国防部你个参观的时阵刷卡，可以通行。所以在美国国内线要坐飞机，你不用带什么护照，带这张就行。啊，这张有啥物特别？你看好哦，这几字 USMG， 美国军政府。哎，
你敢会当家己印？可不可以？袂使呢。TCG， 台湾民政府、美国军政府、台湾民政府，后壁这个号码，你有这张？我批准一个哩，去年十二月，咱无去日本对吧？啊，伫机场，因为你的护照去柜台去换登机证嘛。啊！你登机证换的时阵，你身躯都无证明啊嘛。啊，有个人讲啊，我身躯顶多了两万块的日币，啊，我想要甲换倒转来会使无？去个银行甲讲，啊，我有2万块要换，可以吗？伊讲可以啊，你必须有证件啊。啊，什么？你有什么证件？中华民国护照贴出来，我有这个中华民国的身份证。伊讲 no， 那个我们不要的。中华民国的身份证。在日本，在世界各国拢赶快，在美国嘛赶快，那个是没有用，黑假。用你还没有其他证件，用有，提出台湾民政府这张，这张提出来，一柜台也不要换给你哦。伊讲啊，你这一张，等一下，伊去后边主管，后边主管呢，摸切出来，变啪啪变看，可以，这张会当换钱。欸，不是说这张换钱啊，这张可以做一个身份的换钱啊。所以各位，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很高兴的啦，很多人啊，身躯顶没钱也去给换，不是说没钱，就是说换台币去给换这日币这样啦。他主要的原因是，他要证明说这张身份证是有效的。你如果去关岛去塞班不用护照，这张就好，用这张塞班加迄个塞班加关岛是啥物人诶？美国的，没有错。所以，哎，安娜，人诶，美国是公民啊，啊，咱是定义类似于美国的国民，绿卡国民。因为是安娜讲国民，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地、占领地，唔是美国的哦。哦，有的人一个听到我讲咧，哇，安尼好啊，我变做美国人 ？No， 是占领地。占领地是啥物物件？海外的一块领土，暂时啦，暂时而已啦。台湾的国际地位就是伊的占领地，所以唔是讲有这地就是变做美国人，甚至有这就变做日本人。有的人讲哇，我昨唔是跟恁讲吗？有人一个听到讲，咱是还阁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，哦，足欢喜的，较紧的，直接上课了后，转去都吼足敖的，然后足假敖的，讲较紧的，来个日本申请身份证护照，唔是啦，你若要申请，爱申请对一张，爱个日本天皇申请大日本国的身份还是护照，啊，但大日本国即摆有存在无？没有，有没有存在？有。只要日本天皇有在的，日本天皇只要存在的一天，大日本国就是存在。啊，现在日本叫做什么？新日本国。因为怎样？宪法叫他盖起，麦克阿瑟给他盖起。所以，如果麦克阿瑟盖起，所以日本很主席是日本天皇。如果假设我用那个后生来形容，日本很主席是日本天皇的后生。但伊是若要算后生，若阵日本天皇真正有后生的时阵哦，日本天皇有三个后生，第一个后生就是大日本帝国，这个贵姓去啊？因为战争失败贵姓去啊？第二个后生是啥？台湾，因为1945年4月1号，直接实施明治宪法，我们台湾等于是日本天皇的第二个儿子，第三个儿子是啥？新日本政府，那是第三。咱雄雄本伊做小弟，啊变做大兄呢，你有惊一着无？啊，所以五年咱家日本，咱去祭拜靖国神社的时阵，安倍晋三首先要去敬拜，要去啊做祭拜靖国神社，有甲咱通知的。但是当初咱去，咱12月去的时阵伊无去。一差生两天啊，三天比咱较慢。迄阵阵，咱本来是用去的时阵，甲日本遐官员同个徛做伙，啊徛做伙安那，
上面站头前，你感觉谁要站前面？上，台湾民进会站头前呢？谁嘛？我们是哥哥呢，日本是小弟呢。啊，日本人听了讲，嗯，你日本应该是我较大才对呢。No， 我讲我听，这个故不是故事啦，这历史讲我听。我你是天皇的第三后生呢，我是第二的呢。啊，大兄死去啊！啊，所以，迄日本人听听吼，笑个，啊嘛哈哈大笑，讲哇，嗨啦！啊，伊讲，所以日本开始要修改宪法，要将宪法甲恢复讲原来迄个宪法，伊嘛要做大兄就对啦。我讲，互你修改了，你嘛是，甲台湾上侪是变大尔啦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台湾人，即摆开始，我们要自信。这是战争的关系，让我们跟日本平起平坐，不是只有平起平坐。八月十二号，你要搞啊？今天是八月九号，八月十二号到八月十六号，我们派64个人要去日本。要日本创啥？八月十五号，就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，那一天在日本叫做欧莫，清明啦。日本的清明，那一天呢，咱跟去年一样，要去祭拜靖国神社。以前咱去祭拜靖国神社有多轰动，你说的你不相信。那个影片给您看一下，我稍借用五分钟啊，那个后一个老师讲师来，那个欧某的那个相片我给你看，因为还在这边一年了嘛，吼，八月十五号，你再看。咱去啊，予日本人偌尔欢迎，现场日本差不多有几啊万人，大家拢练目屎，拢拍手，甲咱敬礼。这毋是假的呢？是安怎？日本人感受着讲，台湾人甲日本人是兄弟啦，兄弟。啊，所以尤其是对咱去甲看来。来，先给您看这个影片。拢家己主动的。我们去日本靖国神社的情况。您回去吼，去咱的官网看就可以啊。咱过去这三年来，咱家己，因为坦白讲，咱家己会敢家己本人讲，是因为美国伫后壁甲咱讲的。恁，咱尤其是2010年一九月七八，美国甲咱举行酒会，酒会时，美国国安局送咱两张图，迄两张，迄原版的，哦，迄两张是原版的。奥巴马啊，个是张，迄个二重桥啦。啊，伊但伊拢无讲话哦，伊讲拿回去给秘书长看，他就会告诉你。啊、我看到迄张、这两张图的时阵，我请问你咧，你家己我若卖啥日书，你敢看有？哦，台湾的主权属这两只鹅仔，不是啦，是你讲啥？这个二重桥后壁，这个。住在家那个人的啦，啊，上住在遐，日本天皇啦，安尼听我，啊，是安那日本这个奥巴马所谓的占领者啊，这个者，就是占领的人，
咱即摆讲是讲美国占领，其实毋是美国占领，是啥物人占领？美国总统占领。伫法律上来讲，杜鲁门签旧金山和平条约了后，一直甲刷落去，传予所有的总统，历任的总统，啊，到今日就是奥巴马。所以奥巴马伊有权利决定台湾的前途，所以伊有权利决定台湾前途。所以美国甲你讲，台独代表战争有啊？啥物代表战争？因为你台湾要独立，你要去问日本天皇，原来出处啊，原来所有权制啊。日本天皇只要不答应，你就不可能独立。所以咱当年拢去日本天皇，伊尤其是十二月去甲伊祝寿，讲较歹势去甲塞奶啦。啊，日本天皇已经知影，免烦恼。恁连续这么多年去，咱今年买过去，要予日本天皇知影。咱那影片足奇怪，连续三年，咱去甲日本天皇祝寿啊！日本的宫内厅的警察，拢甲恁印印伫日本天皇的头前30公尺的所在。你相片互恁看一下。迄、那个咱伫迄个宫内，迄、那個、后来你有看？遮拢咱的人，你若讲咱的人是遮，你也知。看旗啊嘛，你嘛拜托的旗啊，这个旗啊有啊。啊，日本天皇伫遮。咱拢台湾甲翕日本天皇的风袖，风袖拢会甲日本天皇讲，头前遐就是台湾人，连续来三年啊。这支旗啊，照道理来讲，未使入去日本的皇宫。日本皇宫有史以来，除了日本旗以外，其他拢未使。干那这三年，干那同意予咱台湾民众的旗啊，摕入去。哦，真奇怪吧？啊，所以你不用怀疑啦，你在台湾民政府，你不用怀疑任何事啦。台湾民政府是受美国保护，受日本关照。有一天，恁边啊遐台湾人会汹涌，有一天会嘴啊拢会开开啊，安来变安呢？我若甲你讲美军入来，恁相信无？恁不一定相信，你无看到嘛？美军已经入来。卫队为华人，加这个也做兵东入来。啊，美军要入来18000名，理由是对，因为美国学校天母加高雄拢伫扩建，一个学校拢扩建4000名的学生。啊，若8000名的囡仔，你估计要有老迄、那个父母？最少2倍嘛，敢不是？所以各位，台湾的问题愈来愈清楚，啊嘛愈来愈趣味。今日时间讲到这，明仔再继续搁讲。这敢那别说，广播电台的连续剧呢吼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